Hello，m a 今天是二零二二年的十月十四号，星期五。对，那我这边要先喊话一个人是莎莎大大，好，My dear 莎莎大大，麻烦，呃，愿意跟我们分享一下，就是你的配方吗？就是跟我分享你的技能的搭配、遗物，还有同伴这样子。 那其他的，我觉得这三个最主要啦。那拍成影片，想说我可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。对我们这个影片的目的呢，是因为太多人问我说该怎么搭配了。那我是按照我自己的方式做搭配，可是我们也可以参考一些其他大大。因为我是无课，我顶多刻一个一出广告。对，那其他大大他们都有课，所以他们玩起来会有。 其他的见解，那我们要去参考这些见解，跟我们有什么不同？那我们可以做一个参考，并不是要做一个比较，就是无氪跟有氪的差距，而是我们要参考他们，因为他们在换遗物啊，在换宝物的部分比我们快太多了，真的是说换就换。可是我们像我这个可以的输的部分。 我想，大部分人跟我一样，都是选可疑的书，对，因为前面这三本稍微讲一下，暴击几率目前只有秀一百的部分，可是它这个遗物是说多余的暴击几率可以变成攻击，可是我们不知道多多少，所以这本书目前 CP 值不高，因为可以加暴击几率的地方也不多，顶多暴击伤害很多。 尤其是打戒指的时候，一下都好几千，对，大家都应该知道这件事。那每十秒一个随机的技能兵书的部分，我之前也讲过，你只要是搭配这一本书，因为我还没有抽到可疑的书之前，搭配这本书，你没有装的技能神话的部分，它也会秀出来，它也会打出来。可是这个有个问题，就是你在打一个关卡，在推关，就是。 主观卡或是推副本的时候，你一场顶多不到一分钟的时间，那我们算一分钟好了，也才六十秒。那有六次神话技能，其实 CP 值不高，真的不高，因为出现六次而已。你倒不如就真的是放在攻击力上面。好，那训练手册就是攻击力增加，增加量为史莱姆的体力。这个部分呢？ 嗯，也稍微讲一下，就是我综合所有人的说法，跟我分享的说法，因为你加了攻击力，虽然你加的体力会变成攻击力，可是你要再去加体力，就变成说你的力量没有办法集中。不止我们无氪的缺钱，有氪的也很缺钱，在升这前面这个数值方面，对，那我三重设计已经升到九百三了。 一个礼拜升个十十几级，好了，至少我知道说一个月之后，大概四个礼拜、四十五十、四五个礼拜之后，它就会满了。对，那到时候大家看看，三重设计，就是每一发出去都，原本是双重，应该大家都满了啦。那每一发出去三重有没有什么改变？这样子，好，那输的部分。 可以的书是跟大家一样的，所以差别就没有太大。唯有差别就是特性跟宝物的部分。我原本想说，在宝物还没出来之前，我原本想说啊，可以拍片了，因为我把遗物都抽出来，没想到说官方用一个很浓的东西就是宝物。对，那另外一点就是，如果特性这边没有办法做背人石的话，我的。 史莱姆研究所是挖的还蛮勤劳的啦，这个被很多人称赞过。我真的很认真在挖，对。那 <laughs> 我已经挖到最下面的这个地方，不管有课无课，都是要花时间去挖矿的啦。那挖完矿之后，就是来这边生好，那我已经把我的研究升到倒数第三层，前面都是满的。对，前面都是满的。对，好。 那顺便分享一下哈，就是我们接下来今天要讲的这个伟加大大，他呢有几个点。第一个点就是他虽然是以同伴为主，那其他就是技能为辅，那装备摆最后，他玩的方法反而跟我们有点不太一样。因为我有问他，就是他的戒指怎么选择的，那他有讲说戒指的部分，他有分享到。 几个点，我觉得有三个点啦、啊。一个点是选择强化部分，它是选同伴跟技能的部分，因为这两个差距最大。然后次要才选攻击、金钱、暴伤跟体力。那当然你可以增强是最好的。怎么说呢？之前也讲过了嘛，就是史莱姆戒指的部分 S 级跟 A 级，或是 B 级，甚至是一、e、级差别都太大，所以可以增强。 你当然是选增强。那他也分享说，就是他原本比较低级的戒指，他有去刷全部攻击，可是换的频率太高，因为你再多打个几关，比如说你打到五十一关，你全部 S 的话，你一下就被取代了。所以我之前才觉得说，你刷你嗯，你你断网刷特性，我觉得 CP 值才比较高，因为至少这个会跟你很久。可是你。 断网刷戒指，我觉得就有点浪费阳寿了。对，那有些人说现在没办法断网刷了，那用 WiFi 可以，那大家也可以尝试看看。我已经指了一条明路，WiFi 可以，大家可以尝试看看。这个 WiFi 可以呢，是指你要把你的行动数据关掉，蓝牙也关掉，蓝牙跟行动数据关掉，然后用 WiFi 去刷，这样子。 据说可以，可是我不建议大家这么做，因为你要刷刷特性啊，拜托啦。对你如果刷戒指，我觉得还蛮浪费时间的。OK，好，那戒指的部分就是，你每一个关卡都很容易取代，因为因为你有十五关嘛，十五关里面你有六关你要生成 S 级，现在最高就 S 级，没有 SS。就算你的技能是红技，也是出现 S 而已。对，这是目前。 所有人跟我讲的，包括莎莎大大，还有维嘉大大也是。OK，好，那你看哦，十五关，我好像在重讲重复的话。你只剩下减掉六关，你剩下九关，九关里面你要刷到每个都是攻击力两百好了。那九九九十八，可是你你一个下一关的 S 级的戒指，可能就攻击力就被取代了。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？对，虽然你你刷了之后。 还不太可能可以多推一两关哦，我先讲，不太可能可以多推一两关，所以我劝大家不要浪费阳寿去刷戒指，好不好？拜托。好，那再来就是这一集有点像疑难杂症啊，然后疑难杂症完之后，好，搭配明天再讲。好，<laughs> 对，因为原本想说今天是一集一集伟嘉大大，然后一集莎莎大大的搭配，可是莎莎大大我翻过了，因为这个游戏总共陪了我们。 快两个月的时间，我把他所有的留言还有分享都翻出来，发现还是这边不足那边不足的。对，像我就不太了解他的遗物，我知道他遗物这边是选择金币啦，好，然后这个是选宗教戒指，对，呃宗教项链，可是其他很可疑的书还有鸟这是一定的，其他就有点不太清楚。那一小部分的搭配可能。 就会影响到我们做测试的公平性，对。那像这个的话，它是选金币，就是零零散散拼凑的很困难，所以我就没有，我就放弃。我们直接喊话，撒撒大大。对，如果他愿意，如果他下面有留言，我我会直接跟他要。OK，好。那今天尾家大蛋呢，还有分享另外一个东西，就是礼包的部分。这个掠掠夺仓库礼包啊，我们现在的那个。 掠夺的部分是不是很容易就满了？就是大概一个小时就会满了。那他说他买了这个礼包之后，就是仓库大小增加了礼包之后呢，他睡觉起来还没有满。那我不知道他一觉起来多少。那人的平均睡眠是六到八个小时，我们以八个小时做计算的话，所以八个小时是不会满的。如果你有买这个礼包的话，那 现在讲讲航攻读生的留言不是的哈，我不是对，所以如果你觉得你不想浪费宝物的话，你可以买。那我是无课对我顶多刻一个移除广告。那重印史莱姆的部分这边可以选择你要天使还是美丽莎啦。对，好，所以没有绝版，没有绝版，只是它出现在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。你要花七百九十元买一个美丽莎。 然后再花七百九十元买一个德芙，这样，嗯，嗯呵呵，不要讲吃相难看，因为我发现有人在学我，所以自己斟酌好不好？自己斟酌，就是还是要以自己肚子为考量啦，就是吃得饱，因为有闲钱再来再来重金。好，那我家大大呢，这三个都很平均抽，就是每个都是抽到等级八。 然后，掠读的部分，有人跟我讲过说，你可以把其中一只这样拔下来，解除，装在银币上面，这样子它就会动了。但是解除之后，原本的那个铜币的那一个就不会动了。这个有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呢？ 宝物的部分，你最下面是铜币跟银币，OK，那第二排是银币跟金币 <coughs>。不好意思，最上面那排才是金币。也就是说，你的铜币的需求量目前还是最大的，因为你要升等。那 越升后面，我相信跟物一样，他要求的越多，差值已经，我现在可能打两三天才可以升一级可疑的书。你会不会每个小时都收收的很勤劳？一天之后你才可以升一个小鸡玩偶。我举例举例，对。所以，如果你要这么做的话，我觉得你要考虑一下，因为目前你在升等的部分，你还是用铜币去做升等。 第一个的银币，你还是做用铜币收神的，第二个才不用银币嘛。所以如果你这样子解除之后，可能会有个问题，就是你的铜币不足，那你要想一下怎么去补弥补，好不好？那而且它跑得慢，越高等级应该跑得越快。你看我左边这两个一百，它跑得很快，可是我觉得这个不是一定的啊啊当。 因为你看哦、喔，为什么会这么说？你看哦、喔，我把这个解除之后放上去，它跑的是比左边这两个一百，呃，左边这个一百跟七十还要快，所以它可能是有一个它自己的公式，比如说村庄等级越高跑越快。你看它两个一百是差不多速度，然后只能说中间这个一百比较快啊，有没有？你们应该有发现吧？它已经转完一圈了，它还在。 三四分之一圈，有没有？它转一圈，它转四分之一，它可以转一圈，你们有发现吗？OK，好，所以你就要自己去做搭配。那目前的话，我是想说先把最底下的宝物给弄完整之后再往上。对，那有客还有个好处就是他们的宝物的收集的速度，还有他们遗物收集的速度很快。像今天讲的维加大大，它原本是从鸟面具变成。 狐狸面具说换就换，说换就换，而且也升等了。对，好，那讲到这边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往下一集迈进。那今天就是解答疑难杂症的部分。好，爱你们喽，嗯。